有什么事吗，哥哥？哎，掏耳朵，怎么这么突然啊？心情不好，想转换一下。哦，那就没办法喽。谁叫我是你妹妹呢？那过来吧，这里哦。那是当然的喽，不靠在腿上，我怎么好清理嘛？好了，别啰嗦了，让你靠过来就靠过来了。那么，要从哪边开始呢？这边吗？还是这边呢？那就从这边开始了呀。要开始了呀。痛的话要说出来哟。什么？有点痒吗？就好好忍耐一下吧。哥哥，你刚才说什么呀？什么？我身上味道很好闻什么的？哥哥，你真是变态呀！哎呀，我刚刚弄疼你了吗？都怪你啊！干嘛要说那种话嘛？哼，当然是你的错啦。那我继续了。这边清理完了，可以换另一边了哟。什么？还要吹一下？哦，明明只是哥哥，还这么多要求呢。看在刚刚弄疼你的份上，这次就特力服务一次吧。那我开始了哟。满足了吧？那我换另一边喽。乖乖的，别动哦。
我胆子特别小，总是黏着哥哥，哥哥到哪都保护着我。那时候啊，哥哥就像英雄一样呢。好，是啦，我当时是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啦。现在不就是在报恩吗？真是的，就不会记住我可爱的一面吗？哎，小时候说要嫁给哥哥什么的，那当然是开玩笑啊。哥哥，你再说这样的话，我又要弄疼你啦。哼，这样就好。